谢谢嘴硬少年蓝莲汉的钻石粉丝儿。来吧，差不多了。谢谢亲叔叔的游乐园。还抽兄弟，那幻形豹女还用抽哦？那拔豆赛芬还用抽哦？瞧不起谁呢？全是攻速大半儿，连个腰带魔抗都没有了吧？大头，我相信未来是属于全人类的。给我个龙刀，这他妈不无敌了吗？这太刺激了！哎呦我操！干哈呀这？这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不能理解。我这理解不了啊。下边给个辣尾巴呢。无敌了，哎呀！无敌，你开盘呢？开呗。这把直接八级、七级呀、啊，七级直接白嫖那风暴龙。你们不用不信，真的，100%白嫖。为啥呢？因为他就已经喂我嘴里了。他跟我说蓝莲汉这把就让你吃鸡了。
这个利滚利我就不提了啊。能攒这轮利息呢？这样可以，攻速塞拉西可以拿。那拿布隆吧。拉66块钱，应该不用拉六，他们应该也打不过我。呀，这家质量有点高。笔拿不了了，要了不要了，攒钱吧。谢谢，坐下来聊聊吧。谢谢聊聊的钻石粉丝啊，感谢。拉六刚才也打不过那家，是不是？应该打不过，上个波比没啥太高战斗力，主要现在全是一星的，都没有两星的怪，中期就好了，现在不太行。啊他妈，这单影我扒的，扒成这个样子。
全龙类的。双龙刀我就不给了，我给大天使。没用的，伙计们，给我上马，我们要去赶赴一场对决。升级吧，还是？那三给的人都没用。有个屁用，给的都废物。接下来被写入，我钱多呀，入入呗。下一个孩子是选点战斗力吧，现在没有战斗力。拿大棒来，大天使。
炮。啥也没有啊。就这么一个大棒啊，我天哪。奥恩呐，确实奥恩可以，早说呀。精致小胜，这个人很可恶啊，他好像没赢过。这把八音口直接熬星，给我蹦两个那啥，给我蹦一个拳头加俩大棒，我就无敌了。细节一点啊，小细节。优先科技枪，有什么科技枪？现在本来就没有伤害，还不给加点伤害？哎，我刷一个，选个战斗力。哼，你看我说啥来着？我说没说过？我说过吧？你们信吗？你们也不信呢。我说过没？
来巴德啥的。 我觉得我拉音口应该没啥问题吧？你们觉得呢？如果下轮又输了的话，我就开地了吧。走！什么监狱？ 不一样，左一哈。我的人民在期待着我。 这个蛤蟆你不能都打不过吗？那你有点太废物了，你给我打死他！ 还有没有？这个不要，这个不要，露露往上了，哎，还行。 还行，没输太惨，可以接受。
这个吧。这就叫做千锤百炼。换个巴德，最后就行了。慢慢走吧。我相信未来是属于这个。我是给水银呢，还是给石像鬼呢？我给石像鬼吧。塞拉西还是得右一点。然后我们得拉久了。给露露，下边应该是打他，我估计大概率应该是打他。龙王最后换个位置吧。因为他一直看我，你知道吧？他一直瞅我，我肯定是打他。谢谢阿英俊阿龙。断头脑一回合等于3块钱，是啊。这样也不行啊，还是差俩呀。辣美换巴德嘛，不行，辣美换巴德没有三法。琴女走啊，琴女两星啊，妹妹，嗯，琴女别走了，琴女两星呢，就拉人口挂张巴德得了，我把这3块钱的换成1块钱，4块钱的换成2块钱。这家有那么狠吗？我就说嘛，这家应该没有那么狠呢。嗯，哎，你给我留点东西行不行？我靠！这他妈的，拿个1块钱的吧，还好，没事。哇，又一张八的。
我应该两轮就能上九。把这两块的换成一块。我相信未来是属于全龙类的。尿他！啊！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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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！你很急吗？很急。给六块，奶妈卖了是24，正好30块钱。下波两星龙王，两星巴德，找一张一星的那啥就行，左一。完美。不是，这就是正常啊，这高手的意思，你明白吗？就是下波一看就是这种情况啊，这两星龙王，两星巴德加一张左一，这很正常啊，不会连这都不知道吧？啊，这都能说出来运气好，那我确实无语了。只能说你们的水平还没有达到这种地步。下波左一应该出不来，再下波出来吧。这都不用换位的，
个圣杯，吃一下子吧。小菊，换错位置，但也不重要。我估计呀、啊，应该是随便赢。呀，这把吃了不是钻石了吧？不会吧，不会吧！妈呀，这也太简单了吧！这我不又那啥了吗？嗯，这我不又段位保护了吗？